现在进行国事论坛，每位委员发言三分钟，请林委员得福发言。大会主席，苏院长，与会各位同仁，我想昨天呢、这个在立法院卫环委员会这个可以说议事录的确认呢、在前天跟昨天可以说这个都呈现在全国人民的眼前，但是我们非常的遗憾，因为蔡英文总统在选前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这个将来他要是有机会主导整个国会的话，那一定要让劳工有实质上的周休二日。而后续啊，他当他执政以后，在周一的执政协调会里面啊，他硬是就是要推一例一休，造成说所有的劳工啊，全国的劳工都非常的愤怒。所以说最近啊。这个劳工一波一波的在立法院这里来做诉求来抗争，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说，这个蔡英文总统他在执政过程的话夹弯，因为选前讲一套选后做一套，这不是话夹弯吗？甚至于民进党的干部还说，你们要是不认同这个一例一休的话，那下一次啊可以不要再支持民进党，包括上次花莲的选举，段宜康委员那种鄙视花莲人啊，那种心态，我们就可以看出说，可以说民进党执政以后啊，对我们整个尤其是这些选民当初支持他的，让大家看了很心酸、很心痛，因为这个。选完以后全面执政，他的傲慢、他的自大，都可以在他种种的作为里面啊，可以表现出来。更可笑的，还有人猫哭耗子假慈悲啊，不但坐在那里看武打戏以外，甚至于神演内心戏啊。当初在318太阳花学运的时候，他是冲到立法院宴会里面，而且。这两天我们看到他站上啊这个战车上面去讲话，甚至于还流泪啊，这种猫哭耗子啊，让全国人民都看在眼里。我们是希望说，身为一位政治人物，你一定要信守你当初你为什么要来从政那种你的心态、你的想法，你要有你的目标、你的理想，并不是说只要坐收啊。就是收割，这个能够挂地花呗，这种心态，人民是会唾弃你的。以上，谢谢林委员。下一位，请柯委员致恩。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退回服贸，黑箱重审。这样的一个名词，可以就在两年前太阳花学运的时候，民进党还有学生都是朗朗上口。可是呢，没想到在民进党夹着很多全国的社会期待之下，变成了国会最大多数之后，退回重审这样的历史名词又再次的重现了。民进党自诩为是劳工的朋友，永远站在劳工一方。但是呢，他们从这个一例一休，在这个所谓休假的确认上面是不断的去转弯，最后呢，却在我们蔡总统所谓的政策执行的协调会议下面呢，以他们自认为没有违反黑箱，而且还是确实落实周休二日的方法来通过，这可以说是让全国舆论哗然。就昨天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报纸的版面，都是扭打，都是掐喉，还有谩骂。这可以说是我们民主殿堂上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耻辱。有关于一例一休的问题，在今年的临时会七月当中，其实因为它的争议性非常的大，所以需要更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
到底开了多少次的公听会，到底多少次的一个协商，显然是没有。而且目前来说呢，很多的学界也发动了一个联署，其实在野党的要求非常的卑微，不过是要能够确认所谓的议事录。但是这一连串的荒腔走板的巨马，却让我们再次看到了民进党它基本上面是完全是暴力的一个方式，这种方法是完全是不被各位所苟同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在过去是执政 的时候呢，即使我们有大多数的，但是呢，我们还是会用很多协商的方法，让小党有非常多生存的一个空间。但是呢，民进党这一次已经连续踩了两次的红线了，而这两次的红线当中呢，再再的暴露出他们的高傲，而且呢，事后呢，永远会告诉大家，这都是在野党他不愿意启开民主辩论的方法。两党不断在这样子的一个巡回之下，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一幕幕全武行非常难看的一个剧码。而且呢，不要忘记10月5号呢，司法法制的委员会已经停开一次，而在昨天呢，经济委员会也突然变成了临时的指挥所。所以这到底反映出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呢？我想蔡英文总统这时候真的应该出来发声，来告诉大家，要来展现最大多数执政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能量。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再一次的呼吁，不管是朝野两党，我们为了劳工的权益，我们把劳工摆在一起，但是呢，不要再让这样子的一个拳头的一个巨马来污染我们国会的殿堂。如果继续再去，没有一个人是赢家。我们再次的呼吁大家坐下来，好好的把这件事解决，而在野党绝对会展现最大的一个诚意，希望执政党也是同样的如此。谢谢。谢谢柯委员。下一位，王委员玉明，王委员玉明，王委员玉明不在场。下一位，李委员燕秀。在现场的院长、秘书长以及各位院会的同仁、各位媒体，大家早安哦！民进党全面的执政哦，全面的倒退哦。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坚持民主发展的成果，坚守民主的核心，包括基本的一些价值。但是从这一次十月五号，匆促的用一分银的事件去通过一例一休的法案，昨天又用一分情，包括苏正清委员的一分情来去用暴力来去处理昨天一例一休的会议记录。我们可以包括听到昨天民进党的干事长吴秉睿委员透过昨天的会议当中说，不支持一例一休，我们也不要这样子的选票。从国人从透过国会的直播可以看到，民进党获得权力的傲慢就在这里。我觉得所有民进党已经在国会是大多数，任何的议案法案，在野党的少数其实是声音是必须要获得尊重的。在野党在院会人数少，举手也表决不过执政党，但是用这样的粗暴方式去解决一例一休的法案，直接跟劳团对干，完全违反这一届新国会新民意。包括院长必须中立，我们都看不到当时民进党执政宣称的这些精神到底在哪里，完全看不到。我再一次强调，我认为包括接下来有很多重要的法案，包括电业法，包括听说这个月底社福会员委员会还有日本的辅导食品要开放，包括瘦肉精的美猪是不是在十一月底之后又要送进来。我觉得如果面对重大有争议根据民生问题的法案，民进党都用这样粗暴的方式来去解决的话，那我认为国人不会放过这样的执政党。我也要提醒民进党，过去在野的时候，过去你们是怎么去监督国民党，当然我也要呼吁民间的力量也跟我们国民党一起共同用这样的标准，高度的标准一起来检视。我也呼吁今天在现场苏嘉全院长跟秘书长，上一次朝野协商的时候，我们对于议事规则有争议的部分，在现场院长秘书长您还没有处理，如果不处理的话，我们要这样子院长跟秘书长是
到底在哪里。我觉得针对议事规则的处理，如果秘书长不说清楚的话，这叫做渎职。如果院长对于昨天一场这样的暴力行为跟议事规则不中立的话，院长不说说话的话，这个真的是失格了。所以我再一次呼吁，针对这件事情议事规则，我希望。谢谢李委员，下一位请曾委员鸣钟。主席，各位委员，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强化金融投资人保护。近期金融市场发生包括 TIF 及乐生投资人的争议事件，导致投资人相关的损失。经审慎客观的检讨以后呢，本席认为对金融投资人权益的保障，现行的法令制度确有不足，必须进一步检讨强化。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强化。第一个是强化投资人的风险意识，透过各种管道推广金融专业知识，强化投资人的风险观念。在投资相关产品前，必须确认相关的风险属性，还有产品的相关潜在的风险，且在签署相关的文件之前，必须确认企业的权利义务，必保障自身的权益，也避免投资以后的相关争议。第二点，必须强化金融监理，让银行不可以有不当销售的情况。金融业在销售金融产品时，必须充分认识你的客户，也就是做好 KYC， 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投资人，并且必须充分告知产品的潜在风险，避免不当销售衍生重大的争议。第三个部分是全面检讨法规，强化投资人的保护。以乐生案为例，从四个小项来看，第一个，全面检讨上市上柜的标准，让好的公司才能上市上柜；第二个，上市上柜以后必须强化公司治理，让财务还有相关业务透明化，避免有一些做假账的情况；第三个部分，强力查缉不法，维持市场秩序，扫除炒作还有内线交易；第四个，强化投资人的保护措施。目前的机制包括评议中心跟投资人保护中心不符合当前的需要，必须进一步的强化。希望透过这三方面的努力，也就是强化投资人的风险意识，购买自己合适的产品，另外禁止银行有不当销售的情况，而且能够全面强化投资人的保障措施。希望在这三个措施强化之后，能够在确保投资人的权益的前提之下，让金融业有适度的发展空间，也希望能够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金融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也能够为全民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谢谢。谢谢曾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徐委员淑华。陆生与健保何时成为两岸政治斗争的政治筹码？民进党过去呢，长期就反对陆生纳保。本周呢，终于在我们蔡总统宅心仁厚之下呢，拍板定案。乍看之下，陆生人权终于落实，但是呢，却选在鸿席会的前一周。时机的敏感点呢，不仅让人家引发蔡总统其实只是要抢攻两岸的话语权的联想，也显现出呢，蔡总统呢，其实将人权的议题作为政治的工具，把陆生的健康呢，当作是重启两岸对话的谈判的筹码，而且其实是一个假筹码。蔡总统的意旨是取消外籍生四成的健保的补助，并将陆生以及外籍生把它并为同类，都必须缴纳全额的保费。本席认为呢，这对陆生来说根本是无济于事。
因为以一般的大学来看，陆生现阶段所缴纳的商业保险一个学期是2500，而在蔡总统将补助取消之后呢，单月的保费呢将飙破6000元。确实健保的覆盖率远远超过商业保险，但是呢代价却是比商业保险多出一倍的保费。到底是谁受惠？是陆生受惠，还是政府我们的国库受惠？而且包含港籍的2000多名的外籍生，可以透过打工来赚取超高的保费，甚至让雇主可以代缴，陆生却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本身的就学身份不是居留，而是停留。外籍生呢，毕业之后还可以申请台湾的居留证，让自己在求学的阶段所缴的保费呢，不至于白缴。但是陆生一毕业之后就必须得离开台湾。如果在校的时候呢，他没有来就医过，其实他这些的钱就算是缴给我们国库，捐给国库了。在这样的歧视的对待之下呢，国民党一向主张的是同时修正健保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目的是为了让陆生呢能够以外籍生的同等身份享受健保，同时呢以外籍生的同等居留身份呢来体验台湾。但是蔡政府呢却在配套不全的情形之下变相的调高保费，却又不给陆生打工的机会，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对待。本席郑重呼吁蔡总统，若真的要重视陆生的人权，就应该从制度上改善陆生现在所面临的所有不平等的待遇，而非利用一个假的健保利多作为与中国开启对谈的筹码，这样仅仅是对陆生权益的恶度伤害罢了。如果真的想跟大陆重启交流，也请蔡政府应该正视两岸政策的调整，不要把陆生呢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谢谢徐委员，下一位请黄委员招顺。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被索马尼亚海盗绑架将近5年的台湾籍轮机长沈瑞章前2天回到了台湾。我想整件事情让我们想起对我们整个海洋主权的省思跟反省，保障移民的生命安全跟维护台湾的海洋权益，这是我们国家政府必须要做的事。但是最近这些直接影响台湾海洋权益的国际变化，本席感受不到蔡政府对移民以及我们海洋主权的重视。从冲之鸟礁不见了，一直到太平岛仲裁岛又不见了，之后我们看到菲律宾总统访问中国大陆，他们可能涉及到黄岩岛的移权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极可能同意菲律宾移民重回黄岩岛附近的海域捕鱼。但是大家不要忘记，1999年我们国家就已经公布黄岩岛的领海基线，如果黄岩岛的领海基线12海里的主权我们没有办法守住的话，未来我们整个渔民在那个地区的捕鱼，我想相对的又会遇到 多重的困难。所以我们整个的政府在海洋主权上，不仅止于在日本冲之鸟礁不见了，在南边菲律宾也同样的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整个海洋安全的对话机制，我们看不到蔡政府积极而有作为的做，尤其是即将展开的台日渔权协定的谈判，从7月一直拖到今天，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的时间表，也看不到有任何的机制，只是从蔡英文总统受访的过程当中提到我们最近极可能会启发。本席要在这里要讲，如果整个的谈判是用台湾人民换取的健康包括福岛的食品的进口来做这样子的谈判基础，我想我们所有国人都不愿意见到。我们在这里要呼吁蔡英文总统，我们对外的谈判一定要公开而且透明，不可以牺牲我们整个国人的健康。我们看到许多国家的政府面对
其他国家海洋事务的谈判的过程当中都非常非常的阿爸，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蔡政府面对其他国家的海洋事务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方向。无论如何，本席要在这里呼吁蔡政府，不管是远洋的，不管是近海的，或者是我们台湾的主权，我们请蔡政府一定要硬起来，只有维护我们整个的主权，我们的移民才会得到保。谢谢黄委员。下一位请徐委员裕仁。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安。1984年，第一台个人电脑问世，带动了20年的电脑产业，台湾的科学园区还有半导体产业也随之发展。1995年，第一个网际网路的浏览器上市，带动了20年的互联网产业。台湾在这波的浪潮里面，没有什么表现。2007年 ，iPhone 问世，改变了人类的沟通方式，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2016年的今天，台湾的竞争力节节败退，台湾长期的低薪，面对中国的崛起，台湾的新创产业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加速转型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法规成为创新的一个最大的阻碍。面对 Uber 共享经济、OTT 产业、FinTech。这些新兴的科技还有技术的兴起，我们看不到现在的政府有一个上位者的思考。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这些问题不想处理，或者是说先摆在一边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时间不等人，所有的竞争是用速度还有大量的资本快速的把没有竞争力的对手把它给消灭。台湾的法规不应该成为新创产业的障碍。各位试想，如果今天以科技驱动立法，以立法带动创新，如果今天台湾的法规不是创新产业的障碍，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我举一个例子，在新加坡，无人车是第一个全世界通过合法的这个国家，国家的政府也大量的投入人工智能的研发，让全世界研发无人车的公司到新加坡去做尝试。如果台湾也开始做所有创新的立法，让所有新的科技可以在台湾落地，而且在台湾尝试，在台湾实验的话，台湾会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科技的 hub。 第二个，修改公司法，目前新创公司在全世界筹资有非常大的困难，原因是我们的公司法不符合时宜，而且没有办法跟得上国际的脚步。在这边极力的呼吁，马上的修改公司法，能够跟得上国际的脚步。第二，培育重要的科技人才。美国政府奥巴马投入40亿美金，做了一个 program 叫 CS for All， 让所有的大学、中学、小学开始教程式编程。台湾是一个科技立国的一个国家，有绝好的条件去以科技带动下一个时代的浪潮。在这边再次的呼吁，用科技驱动立法，不要让法规成为创新产业的一个障碍，以立法驱动创新。谢谢。谢谢徐委员。下一位请吴委员致阳。还记得蔡英文当选总统以后第一个晚上对所有民进党的党员下的第一道要求，就是谦卑谦卑再谦卑，这句话言犹在耳。但是我们看到这几个礼拜，民进党为了要贯彻鹰翼，强推一例一休，爆发诸多的议事乱象，让人不禁要感叹，说好的谦卑呢？身为周休二例的主提案人的本席，
在这个几个礼拜，我们看到蔡政府立场强硬，自己是执政党，还要上演霸占会议室、偷换会议室、夜宿立法院等戏码，强行的将一例一休的劳基法修正草案，在没有经过讨论的状况下，就要送出卫环委员会，甚至在院会里面更粗暴的拉下了本席的周休二例的修法。本席的周休二例是经过卫环委员会讨论决议，而且在委员会里面已经决议不需要经过政党协商。这个法案不去讨论，自己提的案子又不讨论，然后要强行的过关。过去民进党在在野的时候就一直质疑多数暴力，那现在自己变成执政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更离谱的一个多数暴力，任何事情都想要在一分钟就要强度关山。从前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这是立法院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但是我们从上个会期很多争议法案的通过，在很多的委员会里面排案子的争夺，以及本会期将劳基法修正草案强行的送出卫环委员会，这些动作哪一项不是夹着人事的优势强行的过关，强干蛮干，完全没有考虑到各个在野的各党派的诉求，连最基本的程序正义也没有顾及到。这足以证明我们的立法院现在没有最黑暗，只有更黑暗。执政党的委员，我们看今天报纸来讲说，如果反对绿版的劳基法，将来选举可以不投民进党。拜托蔡英文总统，你讲的谦卑在哪里？选前你说要和劳工在一起，选后对劳工踢一脚就踢开，态度傲慢，你们跟原人民越来越远了，而且这个速度非常非常快。谢谢吴委员，下一位请王委员惠美。主席，各位同仁，近年来台湾随机杀人跟伤人的事件越来越频繁，发生的时间间隔也越来越短。从前年我们政捷杀机随机杀人事件，去年的北投这个割喉案，以及今年的台铁爆炸案、内湖杀童案，让整个社会充满着一股不安的一个氛围。除了以上的重大刑案，我们也看到妇幼的安全也亮起红灯。近十年来，我们的家暴事件剧增。据我们警政署来统计，光是去年遭受家暴的被害人高达了95,818人，而且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妇女跟儿童。那在今年105年一月到六月，共发生了1830件妨碍性自主的案件，那被害人有高达1887人，其中女性就有1738人。此外，青少年沉迷在毒品的状况非常的严重，去年青少年涉毒人数高达了9661人，较民国100年增加了136%。再谈谈大诈骗，台湾俨然已成为诈骗王国。诈骗集团在肯亚、印尼、越南、中国接连遭到逮捕，而在今年一月到五月，我们国内诈骗案件就高达了8840件，被害人数高达了13397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5.2%。甚至就连执法的警察也不安全，除了夜店外遭杀害、路边开单被砍杀送医，还不时地看到我们警察被违规的民众挑衅、辱骂，公权力遭受到严重的一个挑战。现今台湾人民处在一个不安的环境当中，联合国所接触的人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绝对是我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尽管林权院长在今年五月召开了治安汇报，但本席却看不到有什么具体的政策和作为能够让我们安全无虞的生活，就只看到在毒品深入校园之际，教育部却让执行的校园反毒第一线的军训教官退出校园，打脸蔡英文总统施政的反毒施政的重点，令所有的家长感到更为惶恐与不安，
拼经济不要忘了治安。民调下滑不仅仅是经济不振的一个问题，人民对于政府维护治安的作为感到失望也是一个关键。我们政府有责任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人民也有权利要求政府创造平和安全的生活环境。本席在此呼吁政府打击犯罪绝对不能手软，应该要有强硬的态度，具体的政策来强化我们执法者的一个公权力，透过落实社会治安稳定的各项措施，还给台湾人民一个安全的一个社会。本席再次表达对校园安全的一个关切，坚持在校园安全无法确保之下，不应该让教官退出校园。谢谢王委员，下一位请江委员启程。主席好，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小英政府上台之后，宣誓为了落实转型正义，积极推动改革。除了清算国民党之外，另外一个改革就是斗争农民，修改农业三法。在蔡政府的想象中，要把农渔会改为直选，属于地方自治团体的农田水利会则改为官派。但是这一切的改革都是假的，都是打着改革之名，事实上是为了壮大一党之师。针对农田水利会收归国有，会长改由官派，蔡总统嘴巴上讲暂缓，但农委会却四处积极的开征询会议，积极努力的程度前所未见。总统说一套，主管机关做一套，最后再由周一拍板定案，交由国会来暴力通过。这就是蔡政府的执政 SOP。短短的五个月，蔡政府就要把农田水利会改制成为政府机关，并收归国有，近百万会员的权利被蒙在鼓里，其会员资格与权益即将丧失。但是蔡政府一连串的动作看来，对农民的改革恐怕将也如同对待劳工改革般的以暴力方式来进行。蔡政府上任五个月，真正该端出的牛肉空空如也，四处凑钱的新南向以外没有其他，有的只有在与民争利，设法从中人民的身上榨更多的东西，民主的程序抛之脑后，人民的怒吼充耳不闻。劳基法的修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边，我们要告诉蔡政府，农业改革可以做的事情相当的多，精致农业、强化农业体制、提升农户的生产竞争力、协助出口外销，甚至落果加工的媒合平台，都是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如果还是坚持只有人事斗争，没有人民福祉，只想掌控资源，不愿照顾农民，解决问题的方法除了暴力还有其他。我们希望蔡政府想一想，不要拿拳头来对付农民。谢谢。谢谢江委员，下一位请张委员立善。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安。小英的黑手深入立法院，独裁的执政党，民进党心中只有政治，没有经济。台积电公司张忠谋董事长日前语重心长地点出蔡政府经济政策的三大矛盾。他说，创新、就业与分配根本互相矛盾，经济成长才是关键，要是没有成长，就业问题非常难解决。蔡政府无视全球资金正远离台湾，今年扣除掉美光并购华亚科及格桑艾斯摩尔并购汉维科所需的资金，外资对台投资仅约35亿美元，已经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新低。而失业率自从520以来每个月都节节升高，工商团体更直指台湾有五缺：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缺人才。再加上政府失能、社会失序、国会失职、经济失调、世代失落、国家失去总体的目标的这个六失，台湾投资环境正积极走向崩坏。而蔡政府的南向已经困难的南向，电力供应更严重不定不稳定。520以来
居然发生七次，刷新备转容量创下历史新低的记录。还有民众中午不要用电，民众不禁要问：民进党口中的保证不缺电、不限电，这是真的吗？现在国家经济这么艰困的时刻，民进党经济委员会的招委管碧玲趁着月黑风高，半夜发出停会通知，身为执政党，居然带头不审查预算。经济部一年预算550亿元，不重要吗？工商界、学界提出了建议，不重要吗？自520以来，节节升高的失业率，不应该解决吗？外资却步，经济停滞严重，民进党就这么二把，堂而皇之把手伸进立法院，继10月5号司法委员会因为一例一休停开，创下恶例之后，没有想到10月27号。经济委员会也无故在深夜发出停会通知，这是渎职，不符合全民的期待，绝不容许立法院再开委员会取消的恶例，更不可以成为惯例，这是非常不正当、不符合议事程序的做法。身为经济委员会的议员，本席要谴责民进党黑手伸进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可以如此被恶搞，民进党完全无下限，简直可恶可耻。本席认为10月27日是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最黑暗的一天。谢谢张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欧博。主席、苏院长、本院同仁，大家好。俗语说，公料一碰机，做无一汤匙，意思是说一张嘴很会说，但是却没有任何动作。行政院就是要行政，要做利民的事情。法务部以前叫司法行政部，意思是要动手去为民除弊。蔡英文总统提出新南向政策，不少国人也以为是宣示口号，但是就任之后，马上在总统府成立新南向办公室，并在10月21日，行政院院长林权召集19个部会，针对新南向18个国家设立18个窗口平台，盘整政策的4大面向，让人民看到整个政府确实全面动了起来。对林权内阁增加了不少信心，但是台风过后，我们发现菜价飙涨，相关单位似乎缺乏苦民所苦的为政用心。中秋节过后的菜价居高不下，直到行政院长林权震怒说了重话，法务部才要求彻查哄抬菜价的菜虫。检调也开始搜索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本席认为，每一时都有时务，最需体现的就是当时之务。所以说，当务之为急。台风来临或刚过去，农政单位和法务机关应主动调查评议菜价。可惜的是，相关的官员不知时、不知急务，欠缺行政力，造成民怨。如果蔬菜在台风前后就能够寻找出它的飙涨的原因，相关单位就能够马上找出哄抬价格的菜虫，公诸社会大众，就不会被批评作秀。本席建议行政院当吸取经验，以先时的智慧，快手快脚，新民利除民害，务必在短期内将不该有的菜虫、危害农民生产农产品的辛苦，也危害整个市场的秩序，严格揪出菜虫，除民弊，新民利，让台湾社会能够在台风过后呢，能够迅速的恢复整个民生。谢谢。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廖委员郭栋。
院长、各位同仁、各位媒体的朋友，昨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我特别到了仁爱医院去看昨天在审查会当中受伤的陈怡民委员，看到他的脖子仍然肿胀、红肿，手部多处的擦伤，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不舍。一个国会议员代表人民行使职权，受到这样的一个暴力相向的一个对付，我们的国会什么时候就变成一个暴力的一个国会？什么时候变成了要用肢体来达成重决于不可这样的一个法案？各位知道，一例一休攸关千万劳工的未来的权益，他们的生活，这个应该是还好好的经过程序，让提案的朋友委员能够说出他的提案的内容，然后经过询答讨论来定案，这样千万的劳工的权利才能够得以保障。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10月5号的这个会议记录根本就不确实，我们向院会也向院长表达应该予以修正。我们最卑微的诉求是希望透过四个政党一起来阅听，听他的音，看他的影，然后将错误的、不实的这个记录予以修正。但是我们的民进党只愿意阅听，却不要修改，所以最后整个协商破裂，才导致了前天甚至昨天的一个结果。我们原来期盼昨天能够好好的再谈，透过程序来处理，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民进党再一次的用暴力来相向，来对付我们在野党。我非常怀疑，当国民党、时代力量跟亲民党都认为会议无效，都认为记录不实的这个时候，民进党一意孤行来完成所谓的议事录的确定，这个是中华民国宪政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也是台湾立法院最没有效力的一天。我们希望院长主。谢谢廖委员、简委员、东明、王委员、玉敏对国事论坛之书面意见列入公报记录。报告院会，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休息。
那有够大声无？有够吼。那你有麦克风，还是要用这一支麦克风？很多支。